太阳这么大。你要开车吗？今天去哪里玩？你已经冒汗了。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好，我们今天去马兰沟溪。Oh yeah， 马兰沟溪。复原找水玩。我们现在靠近玛雅部落啦。高琴泉。要不然就不能用你的声音了。是。喂，老妈呀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开车送一个美女去玩水。这么好的事情，超多人。热门的景点。今天我们跑去南安部落也是超多人在那里。好多人在这里玩水哦。我拍摄你滚下来的画面。我也要跳水。看我往后翻。下班喽，你都在原地。没有进没有退，刚刚好。这表示这水流跟我的力量是相等的。对啊。我如果不游，它就往我，把我往后推了。那你仰游游回去。绳子，我们要帮他们带走才行。槟榔袋，这边还这么垃圾，他们是下次不想来了吗？
这个入水口是富人村的灌溉系统的入水口，水会进入一个排沙池，最后排过沙的水进入灌溉系统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